我刚才瞬间以为你把它给拆成两半了。嗯，耶，粘住了头像。是。为什么让我们开始吧？开始吗？肯定是开头更过新之前。对，更过新还是刚才磕过呀？经过，就是上次我说跟了半个多小时那个。啊，是不是反馈还有？关了，我开头不是开着声音吗？没有啊，明显还有反馈啊。喂。但是我没这儿没开，这儿没开，就是播的声音。那这个声音是从哪里来的？刚才这儿就是系统播出来的。哦。连接你的手机和电脑，不要。嗯，这东西现在整的那么奇奇怪怪的。嗯，亮一点。这玩意第一次开机的时候还有语音，说的是什么样的？小娜是吗？对，他一自己开他就有语音，特别好玩。考他呢？这个可以看一下 Rebelli 的，甩的这个翻的，哎，它还会立起来。Windows 和安卓到目前为止都还做不到苹果一开始做到的那种，就是旋转屏幕的流畅程度。哦，出来了！哦耶！别给我弄成平板模式，太蠢了这玩意儿。对了嘛，这不就对了嘛？就是这个 Rebelli。这个是混书推荐的，你看，笔呢？啊，吸铁的，它会吸在这，就玩意儿，嗯哼，我知道怎么播这两个电脑，等一下啊，你现在有三块屏幕无传放呀，这块其实可以插过去，但是我这按那个 OBS， 你知道吧？这 OBS。哦，等一下，你虽然在直播，但是你并没有把你直播间推送出去，所以再推啊。可是没有人进啊，只有我。我已经发了所有的群了。好啊，这。那他们不来就是自己的事儿。好。录完了我又那个啥。可以，他们错过了国庆特辑的直播。国庆直播。哎。国庆特辑。国庆特辑。直播中。行吧，管他呢，就把 OBS 打开。OBS 在哪儿呢？Windows 现在就用不惯了，你看吧，这破玩意儿。OBS， 这玩意儿应该也可以加。哎，胖妹来了。哦，胖妹好。完蛋了。怎么就来查房了？不对。要把它加入黑名单吗？考虑一下。等一下。正宫的凝视，不太对劲儿。哎，不对啊。为什么他没有那个加入直播间？我不知道。嗯？他是不是又走了？没有，不是，他就是他，我就没有看到他加入直播间的那个提示，他就直接就进来了呀。确定，然后我在这儿。嗯。居然能进外面的人，怎么嘛？我们就是能进外面的人。啊，是啊，你不要这么横好不好？你不要忘了我怎么进来的。然后。咱不要这么横。下桌面播放这儿。桌面的话，我们加一个 service 的桌面。来源名称 ，service。这个是不是需要你登录的？登录的，登录的。啊，局域网。对嘛？没有，你根本就没有连接到他。没有，你根本就没有连接到他。友军来帮微微猫，微微猫。哎，猫姐。国庆快乐！哎，你看我现在眼神很迷茫，因为我不习惯看他那个摄像头。就是我现在，而且我也没有什么直播的经验。哦、我知道啊，是因为这个啊，在传送这个传过来的画面，然后他又传了回去。我得把它关掉。不，你想想办法。我得把它关掉，等一下。没有，不是等谁，是我们并没有搞定这个直播的东西。我们两个都不是经常会。补货应该是这样就行了，你看这个。对了。这样就对了。哦，那它太大了。今天本来是那个什么，是小A突然想起来，混叔之前推送了一个绘画软件，他觉得很棒，然后我们决定来玩玩看。那为什么就比例这么奇葩呀、啊？带货，他不是一直在带货吗？我靠！嗯，这样吧，然后允许一天
然后我们下午早点时间的时候，对，我们下午早些时候的时候讲了 NPR 的事情，就是哎谢谢，对，我们讲了 NPR 的事情，然后对，讲了一下他到底最近写了些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后半部分说他的那个多相机视角去我这玩意儿怎么去学术性的阐述呢？就是他用了多个摄像机，然后去扭曲这个最终的成像结果。啊，怎么又没有信号了吗？我不知道，这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的但是直播间还在，只是你没有那个屏幕的信号。对，我取下来看看。你的直播间在。对，直播间的疯狂鬼畜。哎，现在好了呀，好了呀。还是说你要把我们两个人的脸给挂到，对，哦，脸就没有了呀。哎，没有脸了。那真是尴尬。你是不是得在 Surface 上搞吗？不用。不用吗？是连到成都小 A 吗？回音好奇怪。对，诺德开了个手机，但是好像我没有听到。对，我并没有开声音啊，那就是还是有反馈啊。应该没有什么反馈了。哎，这谁打了个提行的，我靠，谁再打一句把那这句顶上来看不见。佩服用软件的 UP 主，佩服用这个软件的 UP。 哎，反正 OBS 呢它可能没有这么反应了呀，就只是我们凭什么不给看头像了呀，可能只是单纯的我们用不惯，不是天天玩。为什么没得信号啊？哎，这个也太蠢了吧，我靠。没事，你慢慢摸，我吹逼。你先吹吧。我吹逼。我知道吹，我这只有声音，我们这边也没调出来。他希望干一件事儿，就是把我们两个射频，就是那个摄像头对着我们拍我们两个人的画面呢，放在那个Surface 的这个绘图软件的这个界面上面，就是搞一个浮层，然后他现在完全就拖不进去。然后他现在完，所以就离谱。他先搞着，然后他我说今天下午做的那个是什么来着？就是用多个摄像机去标定一个特殊的这个视角。这个视角是属于扭曲拉伸过的，就是你用正常的摄像机是拍不出那样子的画面的。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有点像那种，就是做动画的时候那种特别夸张的那种视角的那个原画。你就可以通过多个视角的不同视角的摄像机，又没了，去把它缝合起来。又没了。他现在在做这个东西，就是。有听上去很抽象，但是其实是个很厉害的功能，就是它可以支持你去拿它的这个 NPR 这个线框的这个渲染啊，去做一些原画的设计。原画的设计应该是这样子，没错。对，你做动画现在有问题吧？应该是有问题吧？动画没问题啊，应该是有问题。你那样子搞出来还可以流畅做动画吗？可以流畅做动画。那也太抽象了，那就是甚至还可以做动画。那就是只不过就因为它现在没有。对，只不过没有写完吧，算没写完吗？没写完，然后也没有人试过。应该写完了以后要试验一下。视频画面有了。所有画图在50%的时间里在找笔。是吗？我就还好。你不用笔。哎，不，我也。说现在我们就可以用 Surface。他把他的 Surface 搂了起来。这会有个啥是混熟过说的，混熟过用过这玩意儿，但是我说的，我就是没有用过这玩意儿，但是我发现很好。哎呦天哪 ，Surface 性能不怎么样。好 ，OK OK。就这会是个画布嘛？是，它有个 OK。就这会是个画布嘛？是吧？它有对，然后随便画，储量笔，先储量笔。虽然说你看它这个，虽然说你看成这个样子，它这个笔刷本身这个样子普通，比较的普通，但是你看，来等会儿，刚才发生了什么？等会儿，刚才发生了什么？你看哈，哦，我你松开，这样我理解了，它是画一笔算一笔，理解了，它是不是画是整个画布都在算，不是是整个画布都在算啊？你看我这样来啊？你看我这样来。哦，我明白了，我明白了，就是你每一笔下去，它会重新算一遍。每一笔下去，它会重新算。它就一直在算，就没有停。它就一直在算，就没有停。这个，那你可以让它停下，不可以？可以，你可以让它停下。不可以，它这有个立即吹干，哪些地方是湿的？这可以看。哦，这个太抽象了。湿的地方是湿的。哦，这个它的所有的笔都是基于。
没有，胖妹，你不要说我手机没有开闭麦，我手机上又没有直播。胖妹，你不要说我手机没有开闭麦，我手机上又没有直播。到底是什么情况？不好说。你们听见的？反正我们 NDI 是这个里面的。那怎么办？把它麦关了吗？我把这个关了。啊，这个关了。行，对吧？然后它这里面所有的笔都具有这个特性，比如说这是个钢笔的话，钢笔也可以进。就那这个，你看，你钢笔的话，就这是钢笔。哦，钢笔的话缩小一点可以写，还是挺像的。你比如说，还有点那个意思，有点意思。哎，这个是不是可以画水？但它就是为了画水。不是，我不是水彩，我是说它是不是可以画那个就是国画那种？据说可以，反正混书有个正版的这玩意儿。啊？混书好像买了个正版的。那言下之意，这个是这是要给钱的啊、嗯？言下之意是要给钱的。好，但我们用的是社会主义版，社会主义版好，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花样多。嗯，哎，我刚才我的葡萄汁呢？突然想喝一口，它不见了。Holy fuck！ 丢人了，丢人了，对，不对，那是快乐茶、啊。是甩到我床。对，那个这个算法是。先喝这个吧。好吧，喝这个骨灰盒，我看。对，它这个是。一直在算，就是你只要没有让它这个画面变干、嗯、它就一直在算，就是说你画的如果面积大了的话，就这 surface 还特别烫，反正就是这样。就我只是告诉你这软件有这特性，但我玩水粉我还不赚。还有一个就是不推荐在性能不是很好的电脑上玩，但它基本上还是行、嗯、就主要是烫，就是烫。嗯，但是就是模拟出来效果还是可以。那烫到极致不就是死机吗？好像还没遇到过。你可我没有那么，但问题是你也没有。你只要不涂满一整张纸的话，好像也没什么问题。可是你也没有正经拿到画过呀，这个我觉得。我没拿它画过，因为我对那个、啊、这种湿材质掌握不太好，要么你就让我弄水粉那种，反正涂到就是涂了，就那么简单，就是那么回事。是吗？嗯，对。这个物理算法就是比较厉害，所以说这个东西就好还没有找到可以替代它的软件。它那个、嗯、这个 Rebelli 的网站上有一个就是可以你手工画，这边看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就直接在网上画、嗯、我看把这玩意儿关掉，你看桌面，嗯，是什么玩意儿？这个Escape motions， 嗯，反正就是那个人做的，他还做了好几个其他样子的，嗯、就像你看，直接在网上就可以弄。哦，你试用嘛？这是给你试用吗？我可以理解。对，它是一个 processing 写的。哦，你看嘛，它就是，它还可以流。操，流体。倾斜出来流，但你可以把它关掉。你看，如果关掉的话，它就是正常的，就是放平了的样子。哦，它还吃重力感应啊？对啊，不是。是鼠标控制，它没有控制、哦、它是鼠标控制。那我说重力感应都加进去的话、嗯、可以显示湿的地方、嗯、然后可以把整个画面都弄湿，把整个画布弄湿的话，你看它 就那个感觉，你看它就浸开的。哇哦，就跟在那什么样、嗯、在跟那个餐巾纸上面画画一样。对，然后你还可以调，就是你这个里面就是水的比重，就是你这个刷子里面水的比重，如果调的干一点，但是这会儿画布是湿的哈，就是把它弄干的话，那个水调低一点，它就不是那么容易流，对吧？它这些地方它就能保留的比较好。如果你这水调的很多的话，啊，它一下就给你沁开了。就是它可以调你的画布的湿润程度，可以调笔的湿润程度。笔的话，就它的地方有个 water，、嗯、有个 pressure, 笔的哦，还有可还有压力呢。对，有压力的。那个压力是。钢笔它不有压力？这个我明白了，就是普通绘画的软件上面那个压力曲线是吗？对，嗯。然后你看哈，如果我还是把 surface 切过来，它掉下去了。因为穿着袜子的，没法拿它来剪。因为如果它因为这种刷子的话，这个水彩嘛，它是个尖笔刷，嗯，它是个尖的，你看它就是尖的。然后如果是平笔刷的话，它是这是倾斜的，他们看不到哦。不是我点了吗？不是点哦，又点到了啊。它如果这个东西它是支持倾斜的，你看为什么这会儿好像它是有在倾斜的，但是只不过你那个笔尖好像对不对，它有在倾斜啊。是因为摔了一下吗？不会吧？
没有，反正是可以，它有些时候不是灵活。哦，是你要放上去它才会显示非常那个的、啊、你看嘛，你如果不放上去的话它好像是那样子的，因为 surface 这个笔它有点机器，它就不是那么啥。是你还可以那种清水笔刷，这个是刷水，这个你知道吧。哎，可以看嘛，那么它是刷的是水。哎，把这弄开，下次再问痛要钱的时候让他打钱，然后搞一个好一点的 Wacom 手绘屏。哎，我发现我现在可能用手绘屏不是那么那个，我可能会想要个板子，因为板子吗？我发现这个图、因为我都是涂这种的，你看嘛，我都是涂毛图的、嗯、你看嘛，剖链接不是，你看嘛，我都涂这种东西了啊、哦、好像很能精确的描写，好像对我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特别。它其实不是精确，是就是个舒服。它链接放群里嘛，放群里，放到 CN 群里面。啊，其实它这个网址也挺好记的，就是 escape motion。其实不好记，就像我那个 where observe 一样，谁他妈知道你那是那个什么意思？那为什么叫逃脱动态？不知道嘛，这个人反正。好像是一个人哦，这个人叫 escape， 不是是吗？是这个意思吗？是这个人，看吧，这个人哦 ，Peter L C 之类的这个东西是这个人写的，他这所有的这些东西，他这个流体模拟的牌子叫 escape， 对，是公司，这个公司叫 escape， 然后他是搞流体模拟，这东西整个是他一个人写的，就这个意思。这个 flame painter 也是他写的，他喜欢画这种，有点猛男。不知道是不是俄罗斯人，看那名字好像不是很像哈。Peter 也有俄罗斯人。嗯，彼得大帝就是 Peter 嘛。巴斯托维克，哦，可能是那边的。是个毛子吧？啊，是维克就是那个玻利维亚那一块，波黑。嗯嗯，黑塞哥维亚，他就特别多的维克，你知道吗？等会儿胖妹说，你下次要不要跟我一起评测 Procreate？Procreate 的话，我上次在龙抄手的时候不是用了一下他那个吗？龙抄手，对，我们当时在龙抄手吃饭，然后我说他把他那个拿了出来、啊，然后我就说用一下嘛，用一下还行，就是他反馈比较好，因为 Procreate 他是做那种、嗯、就是有点像这个东西 OneNote 一样，嗯、就像 OneNote，、嗯、如果你可能看不见的话，在哪儿呢 ？Note 这个玩意儿。就是它是有提前量的、嗯、它那个笔刷的那个点不是在你那个、啊、不是在你那个系统的那个鼠标的指点那个位置下，你看它你这个样子是看不出来延迟的，对，这是因为它有根据你那个动态它有一个提前量，让你以为它那个笔刷是在你的笔尖下，那个东西对用户体验的提升来说是非常有效的，所以 Procreate 它是有这么个东西，所以说能让你感觉到它非常的响应非常好、嗯，它其实不是响应好，它是预判。对，它是估计你在那儿、嗯，因为如果你画快的话，你会发现这个线条，它其实是，它其实你是甩着它走的，你会明白发现那个问题。就是我预判了你的预判。对对。嘿、hey, ，所以让你感觉好像是没有延迟。对，但是这个东西主要是提升用户体验，所以说用起来都很好。苹果上面这些软件，其实这些方面做的都不错的。像 MyPaint 的话，嗯、我用 MyPaint 就非常地恼火了，就是它在这个兼顾了基本的功能以外，还可以去考虑你个用户的一些。重启 Linux， 但是 Linux 上我得也装个那个 NDI 才能把屏幕投过来。这玩意儿还能装 Linux？ 可以，就是那天跟叶葵在那说嘛，就是要装那个内核才行。套啊，是因为我是用的 MyPaint。嗯，哎 ，MyPaint 爬 Create。Creta 牛逼，这真的，我感觉 Manpad 什么 Manpad 是 Manpad 不是最近搞 War Game 搞多了，一不小心就说成 Manpad， Manpad 是单兵防空的意思。我操，嗯，什么他反正我看那个 My Pant， 嗯，我主要看那个这桌面的标。对对，话说回来啊，胖妹，你是没有到小吴的宿舍来看，如果你过来看的话，你会被保留一些惊喜吧，保留一些惊喜吧，好吧，反正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视角，只是他这个寝室的比较好的一部分，最好的一部分。我得在这上面 OBS 先把它退置好。你看我们这个
国庆特辑就是让大家看一下我这有一说一是多么的那个啥叫什么来着这名字工具 NDI 输出设置 NDI 啊打错了呵不是这个键盘哦受精硬币嗯又要更新完了这内核要重新装烦人哎你给他看过你的宿舍吗没有我的意思是说哦整体的看我知道给他看过没有而不我觉得你还是得实地勘察一下因为这个事情啊不是拍照能够拍出来的我们刚才试过了我们刚才试过了想要拿那个广角镜头拍出来但是发现根本就拍不进啊对他这个他已经把他的寝室给修的跟密室逃脱一样密室逃脱嗯真的有这么夸张我觉得还好吧其实哎那是你在这儿住惯了也不叫住惯了我觉得更多的呢就应该是不是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就是睡觉或者放松了他的目的是为了腾这么一个空间出来哎对于生活的一种妥协吧嘿是无奈好吧妥协我操 但凡还有再多两平米都不至于这样、啊、是吧但是通过他这个打钱他是有一定周期的打钱也不能够让你你这旁边租房子住也租不到什么像样的房子吧感觉租不到但而且你想还得有交通的钱、嗯、是这样哎呀混过这一两年等到研二研三就好了你们现在这个是有点吓人研二研三他们也在这儿啊问题是啊不能走的吗对啊不是你走哪儿去呢问题是我的意思说你们不能那种就比如说研二研三跑回成都那种就看你实习什么地方嘛对嘛我就是这个意思嘛嗯，你回去，你到成都回去找一个实习地方，或者在西安其他哪儿找一个、嗯，你就可以不用在这个地方待了。这个地方太过于创新了，嗯，太前卫了。哎，第一批你还会打错了？现在嘛，你看嘛 ，Linux 随时都要你要开个终端来。现在画面是黑的，然后只有我们在讲相声。可能是开到按键按到那个桌面了。按到空格没关系还要更新一下 OBS、嗯、你看这他妈的等一下调取的还不是你现在用的屏幕呀、哎、嗯对啊前还不是嘛所以说呀嘿方便说你可以到我们旁边嘿呀哎明示那怎么嘛哎呀突然开始逃避现实的小吴哎呀烦人等一下我还找个 OBS 的原日OBS 25.08 就是这破玩意儿 Linux 装这个东西就是有点奇葩这样吧、嗯、我们找点其他的话题等我在整这个东西的时候你要不要讲一下你的新川阳师啊其实这玩意儿也没有什么太好讲，嗯，就是说，哎，但我觉得受众好像不可能听这个东西吧。无所谓啊，反正目前就是随便聊。哦，那行吧，那就是美术风格这一块儿，我觉得，这个小吴同学，这个小一同学之前分享了一下他的这个。他喜欢的一些漫画作者啊，我觉得挺不错的，但是有一点很惭愧啊，就是我看漫画看的并没有那么多啊，尤其我看那个，你比我看的多多了。没有，我看的美风漫画很少，就是我以前看那个，你说那个算不算啊？就是以前经常会追一些像那种那个什么像海贼啊、火影啊这种，那都是属于年轻人都喜欢看的，就哪怕他不喜欢看漫画的人也。就趋于这个环境所迫可能也会看好吧因为大家都会聊这些东西然后但是你说真正说自己喜欢的漫画我到后来就真的没有再怎么关注过因为我后来的话我的这个
重点主要就是去看一些那个像小说可能多一点。对，小说或者动画作品多一点。《百年孤独》还是你推荐？不是，百年孤独，哎，不过《百年孤独》也确实是，没看过的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就会对这个魔幻现实主义有一个新的理解。嗯，就是它非常的魔幻，但某种意义上非常现实。是的。嗯。它卡住了。它卡住了。发生了一个错误。连接不上了，话说你刚才你把你的那个 Surface 调到 Ubuntu 的是用意是什么？我要看 MyPaint 吗？啊，你的 MyPaint 在 Windows 上没有装吗？对啊，而且在 Windows 上你不是那天说的是它或许叫 Python？ 哦，我明白。你不是很难用吗？对，我明白了。嗯，好吧，那这是个办法。好像的确不是很好用那个东西。是，就好像就这种开源软件都是优先支持 Linux 好像，啊，是吧？它在开源的这个整个工具链在 Windows 上面就现在有那个 Windows 子系统啊，好像以前 WinGW 那个的确不好配置，是，啊，挺麻烦的。好吧，那前晚上有一家不热。是，嗯，主要是海子呀，这个岸本老弟实在太能写了，就他太能编了。就是他编到你都看不下去的，就是你就感觉哦还没完结，就这种，就是从小学看到初中，看到高中，看到大学，他居然还在编，他这个生他生编烂造的这个能力是真的强，哎，这是确实是追不下去。后来的话，基本就是长大了，就是稍微有一点认知能力以后哈，就是。十八岁以后基本上都是在补一些欧美的，当然日本也有啊，一些老的经典的电影啊，然后有一些经典的小说啊去看，对于漫画这一块就接触的比较少了。因为哎，这个不是咱说闲话，就是漫画的这个层次在很多方面它真的就达不到那个高度，你说你真的能够作为传世作品。他那个本来就是快消的，对啊，他本来就作为快消存在，都是快餐文化。你说你真的能够做到那种传世级别留存下来的漫画作品，好像真的是吧？你拿不出手，没有拿，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的，就是能够说为是大师的作品。对，你像真正这个行当的大师，好像也就是你要是日本的，也就那几个吧，就九十年代往后，就能够说是漫画大家的。真的很少，更多都是搞动画的。嗯哼，而且其实动画漫画不是很分家啊，就是也算吧，从这个对啊，不是很分家，有很多那个搞动画的，其实他们那个手稿你看上去的话，你要拿它单出来做漫画也行。嗯哼，甚至不是有吗？有很多那个就是中国当时九十年代的那个小人书，我不知道你们有印象没有。啊，对，哎，他们真的就是直接拿动画的那个每一个，但我看的那个小人书还不是属于那种风格，他是把动画截出来，截图，对，很多经典的那个什么，有那种啊，看起来就是经典的那种画风，我也不知道怎么表达他那个风格，就是那些什么正板桥那些东西吗？也没有那种经典，就有点那，就是中国古代那种。平透视或者是清明上河图那种感觉啊，就是那个东西吗？啊，那就是那个嘛。对，什么正板桥漫画那小人书，那个就不说了啊。但是有我看到过的多数还是这种，但是我上小学的时候，主要是他们看什么阿衰呀，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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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个也是后来新生代的一些东西了啊。然后我就记得一个梗，就是特别也不是个梗啊，但是真的事儿，就是那个是谁啊？手冢治虫吧，我记得手冢大神，嗯，他应该是看到那个中国有他的那个盗版漫画嘛，然后他说，这盗版漫画的排版排的是什么垃圾，然后连夜让他的工作，你记得这事儿吧？让他工作室的人就是根据那个中国的那个盗版商的那个就是横排版的，因为他本来是竖排版的，马上变了个版式。对，他直接给中国的盗版用户们去专门编了一个横排版的，让你来对你来森林大地。哦，这个东西可能就是
就是真正意义上能够被称之为家的原因吧，哈。对，所以现在这个手艺人很少有这种，就是这种近乎偏执的狂热哈。哎，这个纯粹是针对作品的。对，真的，我甚至他就觉得他是觉得这个盗版的那个排版让他不能忍受，他并不是觉得这个盗版这个行为本身冒犯到他。对，就哪怕是盗版的，我不要，我不收你的钱，我也不想看到他。这个给我做好。对，你就把它做好一点。哎，这个吓死人，这个是很像那么一回事是吗？嗯，你像现在的话，就这，我觉得还是要缺乏一点这样的精神，现在说。就看上去好像挺蠢，但是活得太聪明也不好。哎，有的时候蠢一点，有的时候蠢一点挺可爱的，你看是不是？嗯，咱也有了。你等会儿，他不在这个屏。有一本很厚的《聊斋连环画》嗯。是《聊斋》的，《聊斋连环画》有的画的也挺好，但有很多人都在画。嗯哼，《聊斋》的这个题材画的太多了，就是很多人都在画，也。到最后的话也都是就是没有一个特别经典的国内能够拿出来就是一个聊斋的一个画本呢，没有。其实应该要有，就是画一个比较能够主要而且要善就是什么适于给全年龄的人看的。你不能老把那个聊斋里面那个28东西提出来在那边反复提炼是吧。你看现在那个拍电影就是都是把那个大家津津乐道的那些28内容，哎，不过好像《聊斋》里面就没有什么少儿适宜的，好像都是少儿不宜的，对，都是属于那种就是现在这种网就那、哎。其实你要想想，蒲松龄那个年代，就那个年代就相当于写手，文写手，对吧？他那个写的这东西叫什么？我的老婆，那个写的这东西就是说我的老婆，就狐仙呐，什么我。这个时候嘛，就出来了。他来了来了，这次是真的好用。好，但我很少看。聊斋其实基本没怎么看，没那么的有意思。就是他我画的桌面怎么样？嗯，哎，可以。也这不是我要想，我们看一下面会怎么样？没有怎么样？没有，他应该会动的嘛。对吧？并没有。果然是的耶 ，OBS 它就停在那里了。算了，管它呢。打开猫看一看。我跟陈瑞就是前面就是在疫情的时候就在搞这个画图。他有画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到他在群里发。我们当时建了小群，但是后来在这个群里面，我们再盯过两天钟。他炸晕了吗？没有吗？不炸晕吗？是，要是太大声可以那个一下。稍微调小一声一点，我不知道，很有可能是你不要拿太近，不要拿太近，有可能是我们撞到了点啥，有可能，在哪儿呢？在放到 Quanta 的人家里面，那其实是来看，是只有点这些，但第一次应该画的是个这。杂音很多，就这个玩意儿，这个麦来着，那还行吧，基本，那这个的声音是吗？对，现在就行了。哦，因为你重启了一遍。对，现在是 Linux， 他没把那个弄进去，刚换了这个。哎，这个语言，哎，就哪还滚吗？这玩意儿。哎，这个挺奇怪的，我不知道是啥。这个看上去像是在剑桥或者是在航站楼之类的地方。没有，它其实是一个小房子。小房子？对。我都已经看到那个，这手上握的应该是个。虽然你都能看见人了，所以说这个比例不可能是剑桥或者航站楼啊。轮盘呀、啊，就是那个。不知道，反正这个我不会挂光影，这个可能还好点。哎。我这个没有抹，就哎，不用抹呀！你看，你如果要抹的话，如果不抹的话，就很费时间。不会，就要费时间。我操！哎，就要费时间。工匠精神，你看，你知道这个地方，你看到你就是，你看就，就这一块儿，哎，你如果把它抹匀的话，混叔肯定要骂你。就是神来之笔，就是这几天小多多，你再把它抹匀。这非常的GP是吧？你看，哎，非常GP，非常GP。这张还不错。
这张不错，这张主要是亮度有点低，后来调了一下，这样也好。但我其实我觉得你这张不如你就是拉降落伞那个，就是背景这个，对，拉降落伞那个，这个是后面几天，这个最牛逼，我觉得这个是、嗯、你不管从光影来讲还是这个，你知道用了多少个图层吗？用了3×3个图层啊，我以前都只用一个图层的。你都是怎么去用图层的呀？那我打开给你看一下嘛，就是你把我整傻了。二，但是那个效果确实是最好的。点 O R A、嗯、为什么都是带了波浪线的 O R A？ 哦，在这儿呢。哎，为什么都带波浪线？我靠，带波浪线就临时文件吗？还是我就不知道嘛。这边打开看一下呢、嗯。你这还能记清楚哪个是哪个？啊。你那怎么都是 JPG 的？04，在哪？嗯，你看吗？你看两个图层，三个图层，不可思议！你一共就用了三个图层？对啊，你看，不是，这个、我还以为你说的是三个的图层。这个就是，这是一个图层，对啊，这是这个水花，哦，这个就没了，耶、yeah ！哎，可以了，可以了。其实我这水花画的不好，我不知道怎么你。你就一共就用了三个图层，你就不要在这边叫了。嘿嘿嘿，哎，但是我觉得这个图画了比较。MyPattern 有个好处什么呢？就是、嗯、它是不限定画框的。啊，那是吗？你它这个不是你那个、嗯、你想画多大画多大，然后你想导出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一个框框、嗯，然后把它变成你想要的那个范围。这个我是觉得挺不错的。我只是单纯觉得有点慢啊。还行，我这个是有、现在是根据多线程，就是开了多线程编译的，速度要快一点，画 4K 是没什么问题，嗯，知道吧？这就是我的小 A 的毛图画风就是这样，因为我也不会图、嗯，但我看我好多喜欢的毛图画师、嗯，他们感觉也是属于不会图。我觉得你还可以加大力度，对吧？加大力度，你这个还可以更毛一点。这个嘛，这个是因为当时才开始接触毛嘛。这张其实我觉得就是看一下这个人，这张构图没有问题，这张构图没有问题，就是颜色有点。不、哎，你还别说颜色，这个颜色是我这是专门来尝试说我要把天弄成绿色的。哦，你是尝试试验性的没事啊？就我不是说天弄成绿的有问题，是你那个车的颜色跟那个天的颜色。就是孤立开了，我就是相当于有点反射没有反射到，对对对，就是看这儿好，它的颜好，这个颜色不对，这个好像要好一点，对，就是这个地方可能这个好一点，看着要好一点，就是还是干涉的不够，你包括这个地方，它其实不可能会出现这种，但是纯的过色的，这个地方不对，我是在想就是说，过色纯度太高了，这个不对劲，我这个东西的意思是说，能不能出现一种我想画任意颜色。然后都能把它融，基本上融进去的这种啊，我是在试验这个，主要是看这个人。哎，其实他，你看啊、哦，你看这个人，他虽然说他画面局部有一些部分，他的那个纯度确实很高，嘿，但是他其实是用了大量的高级灰去做衔接。对的呀，所以说人家是毛图大师嘛。对他能够接得上，就相当于他扯了一大堆的这个概念，特别像这种。这个人是属于，而且你看他甚至有一些图里面，他就是纯高级灰啊，他纯灰啊，对啊，对啊，他就是属于小对比。对啊、他在这儿发的都还算可以的，嗯、他在 VK 里面发的，就有些时候就有点吓人。这种短接对比，嗯，对，这种就属于是没有套路的，嗯、你知道吧？对，他随便都可以揉。对对，我也想搞这种随便揉的，当然肯定我揉出来就是我揉出来的揉法了。没、嗯、事啊，多画。像这种。嗯这种就是没点水平是出不来整不来啊，嗯，这个对吧？微微猫说纵深没有拉开，就是那个意思，其实就是这个意思。对、啊，一个纵深没有拉开，还有一个细节，它融也没融进去。对，就是这个。它是双向的，所以说 CD 啊，这个还可以，但是这个不该弄那么黑，有这中间太黑了。这个其实也好，这个你知道这张图有什么问题呢？嗯，就是嗯，你看哈。我打个比方吧，嗯，如果说你这个画面的中心是人，那么后面是不是该模糊？就算不模糊，它的颜色不能这么鲜艳。对，对，如果说你的
你这重点是还是还有没把前后区分开。对，如果你比如说啊，如果是我画的话，嗯，比如说你要把飞机就是画的比较就是醒目的话，嗯，那人物你要考虑把它让开，让到另外一个角落去，然后让它也有一定的空间去展示。对，其实我是想把后面弄模糊的，结果但是我把它涂了之后发现还挺好看的，我就没有弄模糊。结果你这个直接画成911了，撞到一块了，就导致虽然说两个部分，就飞机看上去也比较精致，而人也比较精致，结果放到一块就变得就混到一块了啊。对对，这头有点混。对，它这个构图就比较抢关系了。这个就还行，这个主要是有红色，所以说好像比较能够抓住。对噻，这个颜色就没问题。这个就还好，这个是，嗯，这张真的不错，这张不错，不错，而且上面非常有 GP 的感觉，那个图的，把天空涂的跟海浪一样。坤叔最喜欢的 GP。对，这天空涂的跟海浪一样，非常有感觉。嗯。哎。然后，对吧？这张其实不错的，这张我也是调了一下亮度的，嗯，这就是这边那个桌面。这个光影就很舒服呀，这个光影就主要是有些时候你不好决定曝光量到底在多少合适，嗯，就是你选那个范围，没事，先画完了以后再对嘛。哎，但是因为我是觉得我没有调之前的曝光量其实都合适，但是调一调会更好看。对啊，就是那个意思，这种事情就是你最后都可以来调整，就是你可以先画完。这不行，这个光有点奇怪，这边的光都挺奇怪的，就不要所有这些光。哎，你这个一看我知道是哪种啊，嗯，你是被人家毛图忽悠瘸了，然后你觉得一定要用对要用灰，一定要用灰，不用灰不经典，然后就全灰了。但是我想要的的确也是这个颜色啊，是，但是就是你没有，但是不是我主要是，我是被忽悠了要打光的，但是其实不需要打光。哎，不，它不是光的问题，光的存在的意义就是说要你陪衬那个灰嘛。就是灰度你要拉开，就是在小的那个梯度里面要有渐变。对，你为什么会有渐变？就是因为有光。对啊，就是神说要有光，这个要有光，有光才会有渐变，如果没有光就没有渐变。所以说这玩意我应该扫描过一个吧，这个 我画了一个黑白的，你记得不？黑白的我有印象，这个我没印象。你这个，嗯，你这个，对，我这个是先画的啊，就是，这张先画的，黑白那张是后画的。我看一下这个扫描的在不在这，嗯，应该在这，但是我没拼起来，我还没拼在哪儿呢，嗯，这就这张，这个哪一张？这张啊，这两张是一张。对啊，这是一张，是一张，因为我只有 A4 的扫描一样，哦，当时啊，这样的，哦，这张我看到了。对，这样你是看到了，就是，这个其实不好，这个背景没有那么大的对比度，但是我图忘了，图一图的我图忘了。还有一个有点乱。对，乱七八糟，特别是这一块，你看特别糟糕。但我当时就图一图的，嗯，我就图忘了，结果图完发现啊不行，这个要你那个浮空艇的设计倒是很好看，就你那个左边那个艇，那个小艇本身是很好看。这是个救生艇。对，这个艇本身是很好，是很好看。嗯，但是就是他被抢关系了，他被哪个抢关系？他被底下。其实我觉得这还就是要让他淡出到这个里面，相当于我只突出上面的形状，下面是无关紧要的。像这儿如果对比度小一点的话，我觉得是在期望之中的。主要是上面这个玩意儿太也乱，对，也乱，被弄你这太乱了。甚至就是它如果上面平一点会好一点，或者我觉得你上面不勾线条，就纯白，我可能对对，但是我线条已经勾完了，我才想起我是不是要涂一涂。嘿嘿嘿，好吧，那就不说了，那就不说了。对，但是这张就不错，哎，这张是非常不错啊，这张结构感就很强。嗯，这张就比较你我觉得你画完这张以后，应该就有感，就有那种感觉，你那个线该怎么排了？没有，其实在画到这一张之后，嗯，我看看啊。你的线条要怎么排才合适？应该是画在哪一张？我看看，嗯，看这张。你看，这是只反了一下啊，这个这脑，啊，颈椎得那个一下。谋杀我的脖子。对，这个的话，一个是它涂得很快，嗯，然后这个也有纹理，嗯，但是纹理不是很规范，但是这张就不错。这张我拼了一下，嗯，这个纹理你一看就是属于规规整整的在，但这不规整，这规整啊，这是稍微规划了一下，只说叫规划了，这上面也是规划了，嗯，但是说不是说形状不一定要规整。你知道你这个画的方式哦，嗯，你要看上去这个飞机像在哪里吗？哪里吗？像在外太空呀，因为没有间接光嘛。对，一个是没有间接光，还有一个就是你的飞机和你的那个。就是和你的那个地面啊，嗯，我当然我知道这是地面，
嗯，它跟地面的那个对比呢，过于强烈了，就是它不像是，你知道这种图的话，就只有强对比才画得好，弱对比是很麻烦的。哎，是噻，但是就是说，你觉得它对比特别强烈了吗？我是说在明暗的层面上特别的，因为它底下是沥青啊，特别扎眼，就是有点像什么，就底下那个不像地面，嗯。像是那个像在外太空的那个太阳能电池板，我想想，然后后面你像那个是有点那个，对吧？你看那个后面黑色地方就像是那个背景，对啊，无垠的宇宙一样，就是你能看成那样，好像是有点像，对吧？后面就是属于纯黑的那个宇宙，然后有繁星，有星星、嗯，然后前面这个是属于阳光照到的那个太阳能电池板，然后它就从那个电池板上起飞，嗯、的确是有点像，对不对？对它这个对比挺大的，因为你看那个、你肯定看那个看比较多，所以你一下能反应得出来。是 ，What is this？ 这张其实不错，这张是属于传统图法和乱七八糟图法结合的。谋杀我的脖子！哎呦，没有办法转这个查看器。哎，什么嘛，不能转嘛，这什么查看器嘛？这张其实不错，这张也是两张。哎，这张也是拼的。这张是你是不是上这版面不错？哎，这个这版不行。不是你这张图是不是上过色、啊？没有上过色。那我那还是说你不只画了他一张 ？KLM 画过几张？你这个上面是蓝色的吧？对，是不是？肯定是啊，荷兰皇家航空对啊，但就是蓝色。那都是在我第二本超级本上面画过这个、啊。那你不只画过一张？我肯定不止画过一张，因为这个简单，加两条线，然后上面突就完了。哎，这个真的是偷懒，这么画的目的都是偷懒。嗯。这个不错，这些是抄的图，这些抄的图这不行啊，要西迁、啊，要西迁，这没了，这抄的差劲。你看，我没有练习武林之光的画法之前就画的比较丑，但是那天练习了之后，我就知道怎么画了。那我觉得还行。嗯，就你只需要让人家知道这是个面包车，你并不需要让他精确到这是哪个牌子的，或者哪个型号。是武林之光还是长安之星？是啊，这不重要，就是上面到底有几个菱形这个事情。看云旅游。哎云旅游的全集。云旅游啊，那盒子还在那儿呢、啊，我还没拆开。哎，你看这个就不错呀、啊。这是 imaginary 的，嗯、这没有图。这个不错啊。嗯。其实我觉得你这张的话，虽然说用你要知道这个东西的实际尺寸就这么大。我知道，就虽然说看上去用笔有点粗糙，但是没办法，因为它实际的。它实际尺寸就我知道有这个有这个数的一半这么大。那是个卡片嘛？对吧？对啊、那是卡片，就这么一半那么大。嗯。所以说你看起来好像特别特别粗，但其实我就大概都过去嘛，一百多张。一边听着 podcast，、嗯、一边就做这个，有很多它这个明暗的范围其实做的不好。嗯，而且我扫描这个时候我用的是黑白扫描，但是那个纸其实是黄色的，所以说它有些地方是靠那个黄色显的亮度，对，它这个黑白的看着没有那么好。那我觉得还行，就总体来说没有问题。嗯，没什么麻烦，因为这个东西、嗯、虽然说因为你可以就是很轻松的做亮度之后，是是是，这个问题就好了。主要是钢笔你为什么不想涂，是因为涂起来是真的很费时间。对，这个东西你他妈一刷就你比如说那个钢笔你要做灰度，吓死人干哦，你的灰度得得用两种不同间隙的线条去排列。对，这个我觉得是很不错、嗯、这张是非常 OK 的。哎你这个层次就做的就是后面远端那个虚化、嗯、包括那两个烟囱。对，这拿开的，其实我当时、嗯其实当时原图没有这么那个，我这是我后来处理的。其实你这样画的话，其实你能够理解那个就是高级灰的运用呀。那是啊，但是说明水平手还没有到那个程度嘛。那不对啊，你明明能画出来，为什么你画彩色的时候就拉了胯呢？因为颜色还有一个色相的成分嘛、啊。哎，我跟你讲，你不要考虑色相问题，色相都是假的。你既然都能、哎、不是 你知道吗，那个那么个圆盘放在那就特别诱惑、哎、你知道吗？忍不住一定要去戳一笔。对，不，你要控制住你的手、啊、你的黑白灰都能画明白的话、啊、你不要被黑白灰也不是随时都能画明白、啊、这得垫着，你不要被颜色，有些时候稍微不注意点就叽叽、嗯、被颜色这个其实、嗯、光照也做得不错，实际会好看一点、嗯、
这个灰的再加上放大了，好像效果不是很好。我明白，就是那种夕阳的感觉，本来是只是黄的嘛，然后那是朝阳感觉，哎，无所谓。一到这儿的话，就变成纯黑白，就感觉有点怪啊。这个其实也可以，但是它不值，你知道吗？这不值。对，这个其实都不错，这个雾还可以。其实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用湿的把这弄出来，我都随便弄，肯定可以弄得比较好，但我没有这样子。这些都是东欧景观，你知道吧？我专门在 MapCrunch 里面选了那几个东欧国家，然后来做的。那个过街的那个小人，感觉格外的喜感。对啊，还有天线锅。这小人。对，那个天线锅在对，就这个。这些都是东欧景观什么的。是啊。这个就这太过了，这太粗了，但我笔那么细，所以这个还没掌握好。这个好像大一点会好一点，刚才讲那个树，那个画太死，对，太硬了，看着，其实都不错。嗯，而且像这种图的话，就是你可以改错，他妈的，像你如果画线的话，错了就没办法了。对啊，就所以说线稿的话，就是不过那个也有好处，就是它有那个样式的那种，样式美。那个线稿的那种就是钢笔画吧，光钢笔画的那种样式美是这种没有办法，对，没有办法去做的，因为那种你是他要的就是那种纹理，你画出来就有纹理，对，那个肌理是你通过对这个纹理是用纸蹭出来的，这个顶多就是笔刷，还有一个用笔刷去勾肌理，这个也是随手弄的，应该不是随手，铅笔勾了一下可能，铅笔勾了一下，就是人脑光线追踪什么的，OP text。这也是随便勾了一下，这有点乱，但是效果还可以。哎，这个有点那意思了。五毛笔刷，哎，这正儿八经是，我不知道多少钱，不是，应该是2块还是5块的。这个用笔就有那意思了，专门把它捏的比较稀碎稀碎的，啊，然后这样做的。这个笔刷有那味儿了。对啊，哎，但是有时候你还是不敢画，你看就是。就因为我不是很喜欢这种样子啊，这个好牛逼啊，可以除了我哪天想就是想起来，哎，我刚才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很真的，就是你要能够熟练掌握这种级别的用笔的话，就是，啊，那就是我们来发，我们还是在群里广播一下，哎，你知道吧，就是要这个味道，你粗要能够粗出去，然后细要能细下来，各个层次都有嘛，对不对？是是是，嗯。这个算是毛图一种精髓，毛图其实讲究一个就是形，就是形该准的时候要准，然后该散的时候要散。其实国画应该也讲究这个吧，但是我也不是很懂这个，要讲不专业，这个不专业，不我不是专业，不专业，不我其实也不专业的，我科班我也不是学的国画。这个是其实不错的，这个里面是在那个形状的精简上面。层次上面，这边看到它有糊的，有金的，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满意的一个之一，这个也还算可以，因为这栋的亮度做的比较好，其他中间这些地方都这儿都不行，可能把这儿稍微能淡一点儿，就整个画面就协调了。左边你那个这个都这一块是不错，左边那个咖啡屋有点拉胯，那个这个啊，对。不知道，反正当时这边它那个颜色就很奇怪啊，我印象中就是它那是个绿的，绿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恼火的话题，对，所以说画红色、画蓝色、画黄色都不错，绿的就非艺考，哎，其实不是艺考那个味道，你知道吗？它那个味道来源于就是你对笔刷的理解和掌控能力。艺考的话，艺考。你跟我说艺考就知道吧，你这感觉就没对，你知道吗？对，这不是艺考的事儿，你知道吗？它不是艺考的事儿。嗯，其实你说真正艺考，反正我是艺考过了，就是艺考它不是说你真的就是所有的这种画风都是通吃的。你比如说，每个地方那种老顽固，他喜欢的那个画风是有特点可循的。嗯，你要去考哪个学校，你就要对着那种学校的大概的那种路数去练。但是小吴同学其实没有这个需求。嗯哼，他那个所以其实最好的，所以说我需要痛的一直给我打点钱。哎，是的，但也不一定仅限于痛，还可以有点别的，都可以打钱，好吧？嗯，哎，我当时我不是说嘛，我说我要是画漫画，让你给我做那个什么，
你给我做场景指导，因为那可画不来。哎，没有你，我不需要你画完呀，就是你我又怎么指导的，都就是这些东西可以，就是或者说我画完以后你觉得 OK 对吧，你觉得 OK， 我因为我有一个很强的就是 reasoning engine、相当于就是你怎么画我其实觉得都是 OK 的、这个可能也是问题对不对，完蛋，要是一你都可以找得出来解释，除非就说你那个就是除非我们只从技法上评价，不能太随便，你要太随便我今天来不了。哎，真的，我几点钟跟你说的，我说我今天来不来随便、我说那我来不来，我突然想写地摊文学，随便就是激将法啊，激将法，哼、要不你今天下午不来了，我不行，我就是要来啊，不然的话你现在就欠我一篇地摊文学啊，2000字、是吧，行吧，那我就给你破例当回编辑啊，你要觉得下你要觉得好也可以有下回，好吧，你不能、你要不这样吧，你帮我写两个辅助角色可以啊，这样的话我就不用费脑筋自己去想了啊，是这样子的吗，2000字啊，记住了啊，2000字啊啊，干哦，对啊，这什么霸王餐呢，本来就是，哎，是，对对，你说那个老哥说的对，就是你要知道其实艺术这个东西啊，它是有一个基准的规范，就是你画东西你不能画得太抽象，对吧，你不能搞得太后现代，但是呢能够符合基准的需求之后你就不能够太死心，如果太死心的话你就做不好，你因为很容易掉到前人的坑里面去，对，就是这个意思，你首先，哎，我就略做一下科普啊，你知道为那个西方的抽象艺术，包括那个就你有能听说过的是吧？立体主义、野兽派，对吧？嗯、就是这 Picasso 是吧？这种人，他其实是看到的应该是这个啊，对，就他们为什么会那么画？就其实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掉到那个坑里面去了，但是又爬不出来，这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学画呢，就是按照那个科班走哈，然后走着走着走着就发现自己跟别人画的一模一样，但那种感觉是很可怕的，他突然之间就感觉就是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画的东西跟前人画的都一样，那只能证明前人牛逼啊，那怎么才能证明我比他们有这种时代的超越性，然后就绞尽脑汁想不出来该怎么弄啊，然后最后只能离经叛道，其实他们很多那个就是怎么说呢，文艺复兴以后啊，还那文艺复兴以后再得过个一两百年吧我记得，然后他们那个时候就有一种这个思维萌芽，就是他们抄的是什么呢，他们其实借鉴的是中国的国画，你不要觉得中国的这些山水对吧跟他们比起来不能比，实际上他们恰恰就是他们的现代艺术已经达到一个相当的高度之后就缺乏变化，他们看到是这样子，对，他们看到中国的这个国画以后其实很羡慕的，因为他们会发现这个东西虽然有在写形，但是更重要的是写意，对吧，很多人画一个山水你根本就不要去问他那个山是哪个山那个水是哪个水，他会告诉你他是妈瞎编的，哎，你包括人家画一个什么什么这个比如说这个郑板桥画竹菊，他那个竹子根本就我们有一个老话叫胸有成竹嘛，那个竹子根本就不需要去写生的，他就给两笔给你戳一个竹子出来，你知道吗，就是他完全就是借形去寓意，对，这个是他不是写实的那个目的，他只是写实只是其中一个手段，嗯，所以说这个让老外特别羡慕，他们花了也又花了一两百年的时间然后才从形里面挣扎出来，然后去探寻一些那个精神方面的，基本上就在二战之后了，对，这个事儿。所以你看到现在西方的那些就是作妖那群人啊，你可以理解为就是中国，其实中国这个艺人才是他们的祖师爷，对，真的没不开玩笑，我不会瞎讲了，因为我背书就是这些东西，好吧，然后那个艺术史就是要说这些事情，所以说我们现在就不能够说重蹈覆辙，就是因为不光是这个中国还是外国的这个艺术工作者，其实都已经用这个他们的这个算是用他们的时间吧，用他们的这个生命历程来证明了这一点，就是学艺术千万不能往死里学啊，学死了真的会出事情的，就这个坑很难爬出来的，有很多人一辈子学就学废了，管他的呢，反正我们像我们这种都是闹着玩的，你要其实能学成
美术就艺术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门类，就是艺术，就是它是游戏说，嗯，就是艺术的起源就是游戏说，对，这大家一开始都是玩，对啊，你为什么你小时候你画那些形状，对对对，什么的，其实就是那个意思。当然也有一些其他解读，比如说什么祭祀说，但是我个人是比较推崇游戏说的。就黎巴嫩真的是，黎巴嫩，对，他那房子特别白，和专门调了白，不是填的更白了点。哦，这还不是原本的那个纸的颜色哈，对，还不是原本的颜色。哎，这个有点意思。那上面是鸟吗？嗯，会。那这是跟什么东西？这是跟。可能是个电线杆，但是上面没东西，反正，哦，但是我只看见一个鸟窝在那儿，但是我就给加了两个鸟嘛，无所谓。啊，对，技巧总归要的，就是你画东西，就是，技巧怎么说，技巧是你传达这个含义的手段，就说如果你首先还是得，就是你要想说什么，然后技巧是一个工具，嗯。技巧是一个，对啊，反正就那个意思，我口才不行。但是就是技巧不是最终诉求，你不能为了也不一定，可能像冷军那种，但我但是冷军我不觉得他的画面到底真的传达出来什么含义，或者他想要这么做吗？好像也不想。不，冷军的批评者很多了，我们不用再加我们两个了，反正就是。哦，对吧？这个或者像金正基，你看金正基，他其实金正基不算抄写时候。不是哪里是抄写，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他的技巧到那个程度之后，并没有看见他想要表达什么含义出来。他被他的就相当于他已经有一种符号，就是对于别人来说，金正基就意味着精确的速写，嗯，精确的速写表达。他没有他自己想说的事情。这个东西呢，也不尽然，有些人认为有，有些人认为没有，而且有些人觉得这样还不错。嗯哼，对吧？他有很多人，你看我像我有些是画家，我就觉得我画的好看，我就不错了，嗯，其实挺好。他其实这个也就是游戏嘛，是吗？都是对吗？你比如说冷军，他如果把作为抄写时作为他的一种人生，就是展示想法啊。对啊，那就但我觉得也没问题啊，对吧？也没有问题啊，反正都是为了表达想法。这张就不行，乱七八糟的，操！这张有点可能那天有点太碎了，早上没睡醒。有点太碎，哎，这样，哎，但这张背后又不行。你的水平不太稳定。不，主要取决于睡醒没有，嗯，这个。哎，是。但有些像这种元素比较杂的图，嗯，的确不是很好够。现在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因为我不是那个圆的那个笔嘛，嗯，我没有用那个，那个刷刷那个玩意儿，然后它就又不好给它做出比较方便做纹理。这个我跟你讲，画画，你如果说就是说这个的话呢，科班有一个。做法就是精简，就是你精简成形状，嗯，精简成形状是一方面，就是你把一些不太重要的东西略掉，就居然不画它，不画它，啊，就不画了，就画一些就是比较有笼统有一些概念性的。但我的想法是什么，就是它必就是真的得有这些东西才能传达出来那一个感受，嗯，我现在是我想把那个感受表现出来，其实并不是说那就对了呀，那就是我说的呀，就是你的精简不是说精简一切，精简一切就不叫精简，对啊，但是我觉得这些所有东西都要出现才是我想表达的，它可能这些东西不需要，这些东西不需要，它可以出现，但它不需要以这么复杂的形式出现，水平还不够，哎，真的是，哎呀，啊，下一张不谈了，是吧？哎，水平不够嘛，哎，不谈了。你看这个嘛，就是这个，其实哎，你比如说这种图，嗯，我说精简是什么意思？你比如说那个草原上，你现在就不要把每个人都画出来了嘛，哎。那草原上有很多细节，嗯，但那都不重要。对啊，他不需要传达这个跟这个的对比。是的，是的，你已经知道，就是你让观感的传达，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草原就够了。对啊，你能看得出来就行了。底下是草原，上面天空，然后强调一个就是天地之间的一个，还强调这个形状，一个对比，还有个云的一个。嗯，飘逸的程度就可以了。好久没画了，因为我把黑色搞掉了。我有一次跟胖妹去宜家那天，啊，然后回来不是，回来我还没发现不见了，啊，但是后面几天我突然发现找不着了。嘿，就我现在只有白色，所以说我没办法再画这玩意儿。没事啊，网购啊，网购没有货了，突然。什么？我原来用的那个就没有货了，很奇怪。你我就再等两天。行吧。这好像也是韩国的，韩国的街景有点多，嗯，这也是。这个其实其他就还可以，我觉得这个釜山行
哎，釜山行好吧，釜山不行。这个有点奇怪。嗯嗯，这个是在雪山上。嗯嗯，这个树，对，这个树就是我刚才要说那个意思的啊。对 对，就你根本就不需要去经，你只要让人家知道这个地方有树，有树。嗯啊，主要是那天我正好把那个笔刷又能揉成那个样子了。因为那个刷子不是很好保持那个形状。对，人家是那样子，人家就是说他用。对，丢了，你看吧，就是跟你去宜家，然后就快打钱，打钱，打钱。嘿，人家技法比较高超的话，他就是用一些简单的笔触，就能让你感受到这个玩意是什么。这绝对是，这就不会产生误解，不会产生误解，这个是最厉害的，因为你想，特别是对于不同文化背景和就是生活环境的人，如果说你一个符号能够让他不产生误解的话，你那个符号必须是非常的那个 universal， 或者就说，对对对对，他这个东西必须要很高的水平的，嗯，这是第一阶段云旅游的最后一张，嗯，就是我当时只用完了，就是，哎，我突然有点想跟你一起云旅游了，看嘛，你就是不来，喊了你多久了？哎，不是啊，你看有一个是我这个人比较懒，另外一个我真的不太，你要不这样，你知道就是每日的活路，但是我现在又他妈有上课，所以说有些事情麻烦。那是啊，不知道怎么弄。你现在想怎么弄吗？想怎么弄吗？先把每天的地摊文学维持住吧。你还欠我2000字。哎呀，干我，干我，我自己都没写呀。我自己还欠6000字呢，欠我自己6000字。什么玩意儿？再搞都可以。500字，那现在还差5500字。自我高额贷款是吧？啊，自我利滚利，这两个其实还不错，哎，我觉得。特别是这个背景其实整的这个是你照着没有照我照着我印象中的一个情况，对吗？我就觉得有点怪嘛，就是不主要是你知道我这张没事，我知道这张没事，下一张有点怪，对，特别怪。哎，主要是学恐龙大王那种图的。不，你看啊，有画二次元。因为我不知道二次元到底是什么样子。有，他那个其实就是回头给你看。不，但他的二次元是欧洲的二次元，好吧？他的二次元不是日漫风的。你看我，没事，反正今晚有时间。这玩意儿，哎，这个不错，这个比较干净，这个比较快乐，这就不过也行。我跟你讲，这个颜色好，颜色还这张颜色好。像这种颜色很奇怪的，都是我想试一下，我能不能用这种很奇怪的颜色把它弄得比较自然。这张颜色好，行，完蛋了。那没办法，行，完蛋了，我知道。好吗？草稿没有搭好，就这样子。你把那个飞机画成个。带缩短的话，其实都很麻烦。就不管你怎么画，它都会有。你把它画成玉米加农炮了，你知道吗？就你本来这个颜色倒是挺好的，就是这个形可能兜不住。还有就是。这些地方整的太粗糙了。哎，你知道这张画，我跟你说颜色好在哪里吗？什么？好不是好在机身本身，是好在那个机身的颜色和它周围的那个就是匹配的吗？是匹配的，而且是能够 有间接光的吗？它是能够严谨呼应上的啊。那就行了，就说明用一种奇怪的颜色也能把它做协调，那这个目的就达到了吗？哎，用一些看上去根本就不应该出现在物体上的颜色，然后来画物体，是毛图的，就是跟恐龙大王学的，就是毛图嘛，也是跟毛图学的，你知道吗？毛图画的最就是我跟你讲，毛图啊，就有一个很显著的特征，就是你单看那个颜色不对，那都不对，嗯，但是你仔细看那个放在一起都是对的，对，放在一起看就对了，嗯，因为它其实是强调的，它不是普通强调，它是过分强调了光之间的干涉，嗯，光和物体之间的干涉。也不叫过分，就是他把那些突出的突出，对对对。你看很多地方，它其实根本也没有什么间接的反射，但他把最重要的地方给强调。你像那个大家都在骂的印象派，对，色将就吧，色也不行，色也不行。下一张，哎，这可这个给你看过，这个好。这就是我跟你说，为什么调不出来绿色，啊？因为他妈我没有绿色啊！你别说呀，就这样好看呀！我操，你把绿色调出来就不好看了。就绿色本身就是一个很麻烦的话题，就是你知道就是尤其是绿色，就是大红大绿，就是纯红纯绿要避免，困难的纯红和纯绿需要去规避，能够做得出来，但是极其困难，规避一定要规避，你不要出现这种饱和度。我其实觉得这张还不错，颜色的话这张图的话，你如果你看啊，如果说它的那个草坪的那个绿色能够再饱和度再高一点的话，
还要高一点、啊、还要再高一点。 我想让它再低一点。不不不，要高一点。为什么？它是拉对比，因为你的路面和你的那个相当于是、哦、那是防噪音的网、哦、那个我不知道那什么东西，我不知道那什么，就跟它的那个饱和度是比较低的、嗯、包括你水面把这些地方给弄，对弄，水面的饱和度也是低的，天空饱和度也是低的，就得有个突出的东西嘛，就得。那对，我情愿把这个红的给拉一条，那也行，都行，这自己得要一个嘛，你的意思。对，你至少得要一个突破点。那如果我想表现的内容就是它这个东西很频繁的，那你成功了。那就行了呗，行吧，那下一个，就像这个一样，包括聊天，包括这个也是，就它需要在亮，就它的那个高光的地方，或者说着光面，对，有这种特别，这个地方不够显，我甚至会直接用橙色，我会用亮橙，橙色的话，这个画这个机器，我就告诉你，我如果是我会怎么画，就是我仅供参考。嗯、我就是如果我的话，直接把小 A 的 follow 列表，我会用纯橙色的，对。对，总要有个重点，是吧？你像这个也是，这个就是最他妈厉害的。你看他每张图里都有，哎，对，就是这个。你懂我什么意思吧？懂了吗？啊，就是说你一定要在那个着光面，嗯，用那个饱和度特别高的。可能我想要的就是把它压一点。那你成功。我因为我尝试画过一个这个，但我没扫那张，嗯、我画过一个临摹它的，但是效果很差劲，嗯、可能我不是。对，那个那样子想，因为你这个光环境没有那么暗，所以你可能也不需要用。嗯、但是实际上它是很亮的，可能接近这个，但是这边没有表现好，可能至少是这个。哎，那还是水平不够嘛？泡妹打钱，打钱，来给他们都赞助两罐柠檬黄，然后他就能画了。对，哎，他现在不行。这张是啊、嗯，这样是你是不是一直没画了？你又换了一种方式去画云？没有，就主要是隔了一阵没画多啊，手感不对了，嗯、手感不对。手感不对，这哎，这个画树的感觉就挺不错的。对，因为我就是有那个刷子的嘛，把它捏的稀烂，然后这个也是把它那个捏成那个。哎、哦，我知道，我这个大概这个突然就有细节了。对，这大概这个技法能看出来。我要不给你充着点啊？六，你这还有61，没事。不要回头你会给不了钱了。嗯、没事没事没事。滴滴打车本来就不需要当接富哈。你胖妹说他爸喊他跟我一起云旅游。你啊什么？他爸爸也在看我们直播？我不知道，见鬼！云见家长，我靠！这个卑鄙重庆人的中辣锅，这谁？谁？叶葵？不是谁在吃中辣锅？叶葵啊，他跑重庆去了。哎，真是，对吧？这个数，其实这个画的挺熟练的，比以前画的这些东西的时间都要少得多。哎，你不这样，就是没了。哎，你可以不，我突然想起一个事情。嗯，你像我跟你跟胖妹，我们三个人可以搞一个什么，就云旅游基金。云旅游基金，我不是、哎，我跟陈贵两个写的时候都是有那个地摊文学基金的。是的，每天只要有人割了，就要往基金里面投20块钱。然后呢？打满了吗？最后我觉得我们应该能够把交大的图书馆都买下来。那实际情况是呢？实际情况是因为割了太多了，我们破产了，没有算，破产了是吗？对，这个就没有人记这个事情了。这个基金根本就反正都知道每天就加20就行了。我操，这个基金根本就运行不下去了。对，相当于这个基金不是鼓励创作的。这么说就感觉好像是我那段时间每个月都给老弟打100块钱。对啊，对吧？得有个外部的结构。哎，外部的结构，好，外部结构。他让我跟你一起画照片，画呀，你又不画，你画照片，你又不画，你要画哪种照片呢？哎，你是要画好看的男孩子？哎，要是画好看的男孩子的话，帮我画几个嘛？啊，我先画一下。是这样子的吗？你说画照片画啥？就画这个，你看。当然了，请自你如果这个网站要求你体育比较好啊，体育不好的你可能要搬个梯子之类的。哎，反正要考体育，这随便嘛，你随便构一个图，比如说或者弄大一点，你整这个，或者是你整个广角这样子，嗯，就非常容易的嘛。其实我都是画这个，那所有的云旅游都是画的这个，挺好的。啊、而且这种图有一个点怎么好，就是它不是一个摄影师的视角，是你自己去截。对。然后你要你可以构一个你啊对不错的图。
它就不像真正的说是画照片，因为很多时候照片就本身已经被精简过了。说有一个，他说就是他直接打开他不够的，他就看着啥样是啥样的。那叫啥？你记不到名字了，来，那我这存着有呢。真的很多很多照片本身就已经被精简过了，因为他有的时候他做摄像，他做摄影，他不会就直接就原原本本的给你看哦。这个他肯定就首先他就觉得那些不重要的东西就把它砍掉，对吧？镜头里面不要出现这些东西，操，就不会那么真实。我找到了，哎，你这啥索引吗？我其实记得到后面这些所有的、苏联观察想象。哦，哎，跷跷板又是什么鬼？不是，跷跷板哦，跷跷板这个人厉害，给你看看啊。等一下吧，我要找那个就是画 MapCrunch 画的很好的。早就不到了，妈的，早就不太行啊。技法可能在技法里面，可能在技法里面。云旅游啊，搜云旅游哦，靠选区哦，就是这个，是这个人云哎。多点了一个，这个人，就这个我不是超过一张吗？这个哦，这个可以。你看人家是怎么弄的，还构图构你个头，你看。啊，来嘛，那我们这一阶段要不要画这个嘛？你提到这个我可不困了啊。你就是加想象的呀。哎、画概念图我可不困了啊。但是你必须得。我知道，来嘛。那什么规则呢？聊这个我可不困了，就是基于这个基本上，然后你可以命题吗？你要做命题吗？我觉得我不命题的，你可以跟你的地摊文学结合起来。那可以啊，但是我们一天哪有48个小时啊？嗯，说的很有道理，那就不按每天的计划来算嘛，就是练成了呀。我觉得先把十月的文章写完。好，嗯，很有道理。哎，又有人进入直播间，我估计看脸就跑了。哎，主要是我这个肥仔的形象啊。没有，你这肥仔形象非常有 character。啊，是这吗？非常有啊，是这样的吗？很难得见到。哎，这汤圆不错，这汤圆不错。哪个？这不是汤圆，这是。对，我知道是眼睛，但是你不觉得很像汤圆吗？这个人在推那个谁，他买了一个三星 Galaxy Tab S6，哎，然后他就认为比 Procreate 好，因为三星那个拍的那个处理能力比 iPad Pro 要强一些。他的这个东西好像画轻松画 8K 是没有问题的。他说 Procreate，做不到。没事，他在 VK 上面发，反正这些东西吧，都哎呀，他 VK 上面经常在说这些事情。没事没事，这都是硬件的事儿，好吧，这都是硬件的事儿。这个人可能是我开始用 Pinterest 第一个注意到的老几。跷跷板是哪一个哈？我给你看，我也抄过一幅那个图，我非常不要脸的抄过一幅。哎，那有什么不要脸？嗯，那当然不要脸，你在视频上必须要得说不要脸啊。啊，是这样子的吗？对啊。那你还真是不要脸呢！啊，哎，实事求是嘛，因为你是抄的别人的图，那你就是抄别人的图。哎，好，哎，这底下有很多，哎，这个我喜欢。对吧？你挺喜欢。哎，木乃伊那个我喜欢。这是他挺早的。哦，这个东西有典故呢，一会儿我给你讲一讲。啊，这个有东西的。哎，这个。啊，哦，你说的是这个呀？不是，我说的还不是这个，这个只是，啊，不是，我不是其中一个，好吧？就是效仿他。对，嗯，我们不是效仿过一次吗？拿粉笔去画天，这呢？啊，这个，这也是个飞机爱好者。Titter Totter，这个就叫跷跷板。是，我抄过一幅这个黑白的，抄的还行，就是给我2017年那个书上抄的嘛。嗯，就是那样子弄的。可以的，不错。其实我觉得都不错。这个就是这个人挺有典故的，一会儿跟你说一下嘛。嗯，说到哪儿来着？说到刚才云旅游到哪里？啊，旅游，对，旅游。对，你突然说要看一下跷跷板，然后就飞出去了。对，是你说到跷跷板的，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就是做这种，surrealism，叫什么超现实，但他又不像那别人画超现实画的特别抽象，这个又是具象，而且就是像你说的，他的光影是非常合理的。就是让你觉得除非他的就是除非他设定不合理，但是这个画面是本身是合理的。我还记得我们吃饭的时候说到问题吗？啊，吃饭的时候。如果要定义这种画风，可能就要叫他后超现实，知道吧？啊，你懂吗？就可以这么认为。就是他其实也是超现实，但他不是那个超现实。对。所以你为了鉴别他，你就要加个字儿。嗯。
嗯，看看他又发这个可能就叫后超现实了。没有，就是这些发、哎、画画同人的他妈的。哎，你看俄罗斯他妈画同人他妈都不是你那种画风。哎，是啊，就他妈可恶，你知道吧？你根本就学不来，你永远都学不来。这是同人？这是同人，你知道吧？这是同了哪个人啊？我不知道，可能是他们喜欢的电视剧啊。看不懂。哦，我给看一下多波人吧。哎，再看。哎，这个鸟呀，一看就，哎，看一下，你看一下，就是原汁原味的毛图，都是他妈什么画风的？哎，这毛图就，这都是没有在其他地方发的，哼，吓死！这个就是刚才那个菲德尔的，嗯，是吧？哎，这个有感觉啊、哦！是啊，不是你知道这个图它最有感觉的地方是什么吗？嗯。就是你看到他那个叫桃红啊，你看那个桃红就开始肆无忌惮的在最后在那个画面上进行点缀啊，但是你一点都不觉得违和，对，而且你还认为它就是那个画面中的元素，是特别像这些地方，它本身也就构成了画面的一些东西。就是毛子这些人他们画画就是下手特别狠，而且他不是狠，就是你像很多人画画都很狠，包括我。但是他必须要干什么，就是稳准狠。妹子说对什么，反正我不认识这个宝哦，宝加康熙不认识，我也不认识。那么他就他能让你这个形如此的不准，对，但是你又感觉没有什么毛病。对啊，嗯，我说他的稳准狠不是形啊、哦、是那个观感、那个、对、就是、观感就像这种、对，你再给我找一个像这样画水花的，就是他可以用一些完全、这如此鸡皮的笔法啊，不你他整个画就不很不合理，就是但是加在一起就让人觉得还不错。就是我确定这些可能也都是同人，他的形也不对，这个还不算，对，那个还不是很厉害哈，就是厉害就那种他形也不对，颜色也不对，什么都不对，但是凑在一起就感觉好像还行。这个是超厉害的，你知道这厉害就在这里。啊，是吧？我感觉这个就是那幅图有故事，这个、对吧？那幅图有故事。这个老几是画写实的，是比较上手的。这么小就开始穿阿迪达克啊，阿迪达斯。你看嘛，这颜色没有什么好合理的，但是它是能够放在一起的，比较和谐的。这是你就看这些东西，你单挑任何一个颜色出来都是在放屁。但是你这个东西，对，你没有办法进行分析的，甚至有办法分析啊，就对，他那个话摆在这里，意思就是说你看嘛，就其实你看他这种，他特别敢于干一个什么事情啊，就是他特别敢于干对比，他哪怕就是在做对比的时候破坏了原有的形，他也敢去做这个事情。嗯，就是对于他们来说，他们的画画观念里面啊，就是强对比是唯一的出路，就是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是牛鬼蛇神，就是形也不能阻挡我，你知道吗？色相纯度都不能阻挡我，只要我把对比做到位了。你看嘛，这个图就是对，这颜色哪对嘛？这个，对啊，这。就是我们常规理解的那个颜色对不对？其实我们看的，可以把你那个色环直接扭成一坨，我们看的那个色是色相，嗯，就是常规人对常规人的理解的颜色是色相，但是他们的理解不是按色相去理解的，他们的理解是按光照和这个固有色来理解的，就是他在他们眼中只有光干涉。把固有色做成这个颜色，把想把光照变成那个颜色，它就是那样。就比如说嘛，讲个道理嘛，就比如说那个红苹果，就一个蛇果。嗯。你那个苹果，你放在正常的白光或者说稍偏黄光，它还是红色的。但是如果放在别的地方，它就对啊。你想象一下，就打那种紫外线那种灯，打一个蓝紫光下来，啊、然后你看到的就什么颜色？就不是苹果的颜色，就不可能是红色。就这个颜色，你看这个就是形和对对对，形和色他妈都是如此粗犷。所以说他们的理解就是说，我不管我的感受传达的很，不管形是什么样的，固有色什么，他只在乎这些东西之间的关系，只要是关系的对比是对的，那就是所以说都是对的。是说这个。哎，我有恢复云旅游之前，我做一些这些云旅游，可以啊，钢笔画呀、啊，
这我就是最前期的一些东西。但我其实最喜欢就还是做这种，但是就刚才那种带灰度的呢，可能能够好，我非常喜欢这样子。这个也是灰度啊。对，但是这个你得有选择，它因为它灰度范围很窄啊，对，它中间只有很少的几个层次，所以说你必须选择，就相当于这个东西其实又符号化了。这个玩意儿就是写实的，但是这个东西其实是符号。对，这个玩意儿实际上是什么呢？就是你会画了这个东西以后啊，你就对灰黑白灰的一个比例，在画面中的占比，对，有一个认知。也不一定，因为其实还是看这个主要是形，还涉及不到 value 这一块啊。有真的有还是有，但是如果你按照 value 那种方式去画的话，它就会画成一个很糊的感觉。我再给你看这个，可能就有点按照用那个黑白灰的方式去画，但你看这个形状其实就很糊。那是嘛？那对，所以不能完全借用那种方式去做，因为你的渐变层次可能只有两到三层，所以而且它那个层次是靠纹理出来的，对，你不能加太多层。就像那纹理，它需要表现出来灰度的话，是需要有一个面积的，对，它必须要在某一个面积上面。如果它是一个点，对，或者是一条线，没有任何意思，对吧？对，所以说你看，像这种小面积的区域的话，其实很难做到一个比较良好的纹理。再加上这种线条的话，它的外框是黑的，相当于它的外框其实是占那个元素的面积的，所以它你也不能就是单纯的按照黑白灰来看元素区块越小越难处理。对对对，但大了也难处理，大了就会出现这种非常平的状况。嗨，所以说这个东西其实是非常考水平的。是，但是我挑的这些角度都比较取巧，没有特别大的，或者说这种特别大的区域，而且也不复杂，都是属于一些简单型。就是可能就是因为我主要是把那些这个好呀，大的区块都省略掉了。这个好啊。这是什么鬼？不知道，给别人扫了。哦，你这边开扫描铺的。对对对，见鬼！开车有人说花二次元没有，这不就是吗？啊，这是二次元，这不用在我这儿看，直接上网上看。是，网站上看，大家点击屏幕下方的哪儿呢？哪儿呢？不对。怎么把它给你让他们点击什么？没有，就是你可以，你们也可以，你们也可以那个什么玩意儿啊，让他们自己点进网页去看吗？不对，这玩意儿需要翻墙吗？需要翻墙吗？不需要翻墙，这是我国内的网站。啊，哦，你的网站吗？对啊，你给他们放对吧？你们访问ChengduLittleA.com或者访问这个 WeirdObserve.com， 反正是一个站，只是域名不一样。嘿，我们的摄像头又不见了。啊，是的。是不是因为你又切了屏幕？对，它这东西就有点 bug。来嘛，我们来看这个吧。这样大一点。哎，刚才出现一个很有趣的情况，就是无耳纹。哎，对。特别烦。你看它没几个就不出来，你看摄像头又不出来。哎，你当时设计的那个背板是故意的吗？对，是故意的。这个花纹是什么玩意儿？这个花纹是施乐的第一代图形界面计算机的桌面所用的背景，它就是这个玩意儿。因为当时只能显示黑和白，如果要出现灰的话，就像我一样，我会用半调色，就是这样子的。但它在这会有木耳纹，我给它放大一格，现在。对，但它为什么会出现那种光球？这就是因为采样的频率和这个点出现的频率不完全一致。所以相当于是游标卡尺用过吗？啊哈，那就相当于是它那个刻度每隔那么多下才对齐一次，所以它就相当于是就会出现那么一个纹路。就是我的这个网址放在上面看。嘿，把这放一边吧。这样子就免得挡住这儿，你可以自己去翻。然后我把我大多数画的还行的东西都放这儿了。哦，这个漫画要看吗？丢人的，特别丢人的，一会儿给你看看。这是之前老图了，至少是2017年的了。对，老图了，老图。看在纸上看二次元，这一点也不二次元。其实我还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画二次元，还好呀。我觉得我根本不知道怎么画二次元。这个其实还不可以。很欧式，反正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是对我来说是 make sense 的画法啊，就我只这样画，我觉得才是对的。对，这个其实效果也 make it reasonable。比较 reasonable 的画法，就是
这个就是找照片的，就是有照片。肚子上是个锅吗？对，它是个天线，天线锅。嗯，这玩意儿。哎，那个啥？那个汉白玉的那个华表，那个是在哪儿吗？是2017年的。嗯。我最喜欢的是。贼夸张。最喜欢的是这一个。嗯。Nice， 因为背景和前景拉得很开，他这个对比度就掌握得很好。因为其实掌握得不好的，其实主要是因为我不想涂了，结果正好得到了一个这么结果，还挺满意的。啊，就是你把前景涂完了，然后后景懒得涂了。对，我实在不想再涂了，结果发现这个效果还好。哎、所以说，你看懒人拯救世界、就是，手下留人。对吧？还行，这没了。那个华表是2017年的，2017年正好不。当时也是国庆嘛。那么问题来了，他到底是哪里看见的呢？我不知道，这始终是个谜。我不知道。这始终是个谜。哎，华表呢？哎，难道没在这里？你都找不到，他能找到？那就是只有在 Art Station 上才有。是吗？嗯，这可能我选了几个还不错的放在这里面。好吧。没有选去所有的。我觉得还是这个好看。微笑航空。对吧？微笑航空。孔可 A3， 哎，这是 A380 大白金吗？ A330 大白金330才改的这个。嗯，看这个吧，这个我就用 Quieta 画的要死不活的一个奇怪的测试漫画、嗯、而且你看我专门做一个点击可以放大，你在手机上特别好看哦。还有移动端的支持啊？对，就整个网站都有移动端的支持，你看点击它就放大的到最宽，就非常好看。哎，那这个东不，我记得以前你在超级本上画过一个漫画，没画完吗？哦，那个就太早了，那个根本就画不完，我从来没有经验嘛、嗯、那就是只能闹着玩，从来没有画完过。对，这个还算画完过，画完了，但这个线描的真的是还不如我去那个用这管笔来描，这线描的太没有感觉了。你看，这是交大的那个。哼，收获机你知道吗？我知道，交大收获机。你是去拿照了张照片，然后对着描的？没有，我根据想象来的。嗯，我画这些东西不是小菜一碟。哦，对，是，这老本行，哎，算了。反正那些零件大概是什么形状的，对吧？对，什么结构？我随便想象都可以的。毕竟让你设计，你也可以设计好吗？其实我觉得我的构图应该都还不错、啊，就是感觉有点拘谨，就是那个线条啊，就没有手绘的那个味道了，就是。他可能用的那个笔不对，贼拘谨啊，就感觉这个太硬了。我现在看着觉得特别硬。构图本身没啥问题，嗯，有一说一，就是如果说线条又硬，然后又没有上色的话，就觉得特别怪，嗯，你知道吗？这个可能有上色会好一点。对，这构图本身没问题，我没感觉哪个构图出问题。耶，结束了。其实这个东西，嗯，滑梯，这不是这他妈是个啥？是个滑梯。滑梯？对啊，这么正经的滑梯，这是石头做的。对，石头雕的滑梯，所以说是很毛式嘛。我操，这哎，招手即停，哼，哎，招手即停，过两天里边，是吧？不知道这个就是最近的，最近才在本上画完的。对，这个是真的没有考虑给他上色吗？想，就我不是那天不就是在发吗？对啊，但涂这张吗？我不那天跟你说一个简单的上色方式吗？哎呀，又不是很 make sense， 反正啊，好吧，这些 DB 说我不画框框，你说我画框框吗？不是，我感觉 DB 那种可能就是画完好像那种必须得加框框啊，这种好像你不然的话他没有一个，就他必须得有一个视窗，对。它那个颜色是属于它把光影给你加的很。我其实就是因为不会加框框，因为像这东西因为我是根本就画不来框框，所以说我才是画完之后我想好像这框一下合适，我就那样框了。没事，按照你自己的想法加，对，这个其实没有什么就是官方指定标准你要怎么去加，这个没有，搞不懂。其实框框这种东西都是看个人需求，嗯，就是嗯，其他的没什么。GP 的那手册啊 ，GP 用户手册，哎，我看看有没有加字的，就有。GP 用户手册 ZH，
这也是这是传统技法画的，所以新为地看见没？哈，新为地中中中中中中国，对吧？是用 Blender 的插件，插件看见没有？插件 ，CCIE 的插件，鬼哦，鬼哦。这是画上去的，还不是打上去的。好，不忘初心的不。fuck。对吧？偏旁功能、太意识流了，怎么还跟人打架、啊？对吧？报 bug 嘛，打一架怎么报 bug？ 你又不扫二维码，没了。画的还行，我估计 NPR 我是不是要画一个？可以啊。那就有点猛了，我靠。是，至少要20页，至少有20个人要群殴你。我操，场面有点大。那你是不是要先把剧本给我写一写？那不就跟那个功夫里面那个单挑虎头帮一样，拿那个脚再踩脚，啪啪啪啪啪啪啪踩一圈。啊，哎，不知道，我还来说一下咱们的那个云旅游嘛，胖妹还在不在？他应该在，再打个一，打个二就表示。他应该把我们的窗口小化了，然后在那听相声。嗯，我猜。在的话打个一，不在的话，不在打个二。不在回去我看收拾你。啊，收拾收拾他。居然我们两个的相声都不听。哎，家暴是不好的。哎，有一，不是，但问题他不是旁边出问题。旁边出问题了，不对劲儿，哎，不对劲儿。本来他也要来的，但是他今天有课为由推脱了，哎，所以他就今天吃不到小爷的饭桶，只有我们。哎，而我就不一样，我就是饭桶。咋说呢？云旅游怎么办嘛？怎么办？你看我画那么多，你是不是又想画了？手痒，但是我不是还要考研吗？但是我不是得看书吗？我还有3个月。我们老师的原话就是说。你那个研究生有什么好复习？哎，是没有什么好复习的呀。不是我，但是得找找借口呀、哎。我他妈就是得稍微上点心啊，不然我妈会砍死我的啊、你账面上上心不就完了？账面上。对啊。好呀。我觉得都这样子，都这样子。哎、不然怎么办？都是一路人，好吧，我理解。但那就那个什么，如果你觉得就是一天一张工作量有点高，好吧，那就。是吧？这个东西其实挺取决于那个。时间呢？又有些时候一天可以画4张，那就不要按一天算，一个礼拜，那就太容易割了，那就太容易割。一按天算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不割，你知道吧？那要不然还是，那个基金怎么说？那要不还是 UP 主基金 ？UP 主基金怎么办 ？UP 主基金呗。我的 B 站是赚不了钱的，全指望这赚钱了。哎，你看一天估了20块，我觉得还是可以的。我怎么这能值20块？我明天我就全职 UP 主。不，你说全职 UP 主是说一天到晚就在估吗？我操，不能那样，好吧？哎，你看你要展望一下，我们的基金可以用来干什么？可以用来可以用来买平米。见鬼，那搁多少年啊？你是按你不要在一线城市，人家那个是按揭贷款，是按揭估，就是按揭放鸽子，可以。有没有利息？在成都能找到工作吗？不用在哪儿都能找到工作。怎么说呢？是这样子的，就是你不能说你用 Blender 去找工作，只能说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如果你会 Blender， 也不是这么说，就是说啊、不是你不能以找工作为目的，但是啊，对，听上去这个东西有点那个啥。不，还算我来说吧，因为我毕竟拿着这玩意儿找过工作。就是你是这样子的，你因为 Blender 它是个软件，它是个工具，能明白吗？就是说。你可以用 Blender 去做你要做的事情，但是首先你要会去做你要做的事情。我不知道能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你就比如说，你去给人家做效果图，对吧？你首先你要知道效果图是怎么做的，然后你再去考虑我是用 Blender 做呢，还是用 CCD 做呢，还是用 Max 做呢，对不对？还是对，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你得首先要明确你要干什么，然后你再看 Blender 能不能干这个。如果都可以的话，这皆大欢喜。你就可以去用 Blender 干你能干的事情，然后去赚钱。对，就这么简单。你像有的人，我觉得这个 mindset， 对，甚至我们，但我们可能处在一种环境里面，使得我们好像不太用得着去担心这个问题。我们在说赚钱的事情。如果说你用 Blender 去创作，那是另外一回事。他说的是工作。对啊，
他说的是工作，就是即使是这样的话，我们两个的观点也不能代表正儿八经在找工作的人的、嗯。反正我们是短暂的处于中产阶级的人嘛。啊，我们现在暂时还有人养着，是我们有人养着，所以说我们的建议一般来说是不。嗯，但是你如果愿意听的话，反正我去年还是上班的，好吧，反正我去年我确实是拿布兰德的工作啊、就是，但是有些问题啊，就是你在工作的时候会遇到，就是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社区里面的老大不太愿意谈这些事情，嗯、但是我们两个无所谓，嗯、我们两个还是挺。他这个东西真的话做、你要真的做完一个工作的话，现在会有一些小的麻烦，他可能比如说，你能做完95%。你就看那剩下那5%的话，你到底觉不觉得满意了？就只能这么说。还有一个就是，你既然都说到是工作了，那么工作其实我们都知道，工作要求效率，要求效率，还有配合，配合其实也是效率的一部分。对，就比如说大家全部都有都是用自动桌的软件，就你一个人在那边搞标新立异，搞这个标新立异，你就非得用 Blender， 你就等于是给所有。你就等于是给你所有的同事上眼药，能明白吗？就这个时候你就必须得，你在干嘛？比不见了，我要把关掉。他应该不在地上吧？哦，西吧，管他的，一会儿再说。难道不是那个吗？哦，你看，花了50%的时间在找笔啊。是的，就是说你要看一下你的同事的工作流。如果大家都不用 Blender， 你看怎么样？大家能协作，就是说如果没有人能用 Blender 的话，你能够用 Blender 去协作别人的话，那你也得就是在。跟人家友善的协作的，就妥善协作的基础上去用。他可能就你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是，对，但那个不存在，那个不存在，就是说，如果你真的在成都能找工作，你换成 CSD， 换成那个什么玩意儿，对，这是一个道理。就是说你学哪个软件都不重要。嗯，对。就是重要的是你能干这个活，你要或者说你能干这个活，你学哪软件都行。你要是觉得你用 CSD 方便，你喜欢用 CSD 你就用，你不用说为了找工作特地去学一个新软件。你像我们用 Blender 的人都是觉得 Blender 好用才用的，不是搞什么这个邪教头子的这个歪门邪道的这种，对吧？就是这种精神主义，我们不搞这个。就是我们用 Blender 很简单，就是因为它好用。对，这是很朴素的一个想法。我知道，对于我来说，就算他能够自己改东西，对，可能就他对于也就是这样，对于我们这些受众来说，我们觉得 Blender 足够好用，所以我们才用它，就这个东西不要，因为包括我要说一句啊，就是很多人他就会说啊，你像我们学那个就是 CAD， 还是学 Max， 还是学那个玛雅。能不能找到工作真的不是，他不是说学哪个软件，对，他不是重点，不是学软件去找工作，是你技能不在软件上。当然了，软件也是需要一定时间一定的积累去精通它，但它不是核心的技能，其实还是对你的其他的一些工作能力，很重要。但是现在很抱歉的是，很多学校他不会教这些东西，学校就从来没有教过这些东西。以前是教的，因为以前是这样子，就以前就是说这个东西的话比较就这个路数比较直接。现在不是这个情况，或者说是这样意思，就是讲开一点讲是这样子，就是因为以前啊，我们的国家跟其他国家一样，也是专本分开的，就是专科干专科的事情，本科干本科的事情，一边是研究，一边是应用，一边是应用和生产。但这边其实就存在了一个脱节的，是现在就中国就是脱节了，就是说你像我们的专科都已经变成了放羊的地方了，然后我们的本科现在开始兼职做专科做的事情，然后就导致了我们在学习的时候，就是我们在本科读书的时候，但其实他现在思维没有转换过来，就他们可能形式变，他是没转，就我们明明是专科的学科，然后我们其实也是学的专科的应用，但是他却要求我们用本科的思维方式去解决问题，而且他教书的时候他也是以本科的方式去教的，他不会去给你教一些这个专科的应用类，就哪怕是那个工科这个精工实习也是很敷衍的，所有人这么多年都是做个锤子，就实际上我们如果有学机械的，对，实际上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说你搞的是专科应用，你应该着重的去培养这个学生的实践的动手能力，这个是真的。也不叫对，我不说动手能力，就说工作能力，不是说动手能力，就培养你去解决问题的这种思维方式，这个也很重要。
对，技能也很重要。然后他，你只要有这个思维方式之后，我觉得就你能力你自己就去了，你自己干。对，形成技能的一个思维逻辑。对 对, 对，就是你要怎么去获得这个技能，就是主要是你想要去把这个事情完成，嗯，而不是说坐等着别人去解决这个问题。嗯，你像我们做设计的也是，就是设计以前也是个专科，嗯，设计以前也是个专科，后来就是因为专科的那个设计呢，都已经变成了就是。门口打印店20块钱一张那种人，嗯哼，就他没办法，他劣化的太厉害，就他劣质的那个劣化，他劣化的太厉害了，以至于你如果说想要在这个领域稍微研究深刻一点，就还是看你自己负不负责任。他没办法，就是你没办法，你只能去读本科，你不可能去读专科的，都专科里面的人，就他虽然是这个行当，但他完全不管用。就完全不管用，它里面的人也不再研究这些事情，对吧？那没办法，这是相当于是被一个大环境绑架了。然后你说这个学校它有没有做错？其实学校也很，它没办法，因为它毕竟它的本科的那个身份在那摆着，它不可能去跟专科一样，对吧？天天去，主要还是这个定位没有搞清楚。对，它的定位学校自己没把自己定位搞清楚，它的定位还把自己定位也没有搞清楚，是两边都没搞清楚。学校还是觉得自己是个本科，出来之后就觉得是不对头了，这就。而且社会里面的公司他也觉得很懵逼，就是公司的需求其实很简单，公司觉得好像你这出来应该能做事了，怎么就不能做事。对，公司很就你像就是招人的地方啊，就是用人单位他的需求很简单，就是我给你钱，嗯，你要能做事，对，就好。成都当时说在成都要搞活动，后来又没搞，没搞。我们两个人现在都在西安，他们那个反正你看，你如果加群的话，成都他们如果搞活动，他肯定会在，肯定你都看得到，你放心吧，他会提前很长时间就在那边说活动，肯定你都看得见的，你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对，继续说咱的云旅游啊。你啊，云旅游扯远了，一会儿又说不成了。刚刚怎么说到这边来，必须要让你在视频上说完，所以说这样才能 hold you accountable， 知道吧。啊，那行吧，那就那云旅游的问题。云旅游的话，就是反正我们在圈子里面先。他们有可能有他爸的压力，可能能来坚持几张，我不知道。是吗？不是，你不能指望你老丈人。我操！不，这是 not reasonable。不，他啊，他爸原来就说让我跟着他，不是让他跟着我去，是让他跟着我去画图啊。那老丈人还是蛮欣赏你的，那行吧。没有，他爸画图画的好，老艺术家是吗？不，他也都是，他们家都搞建筑的嘛，他本来就会这个。完了，你妈搞建筑的人画画都画的很好了。不，就说他需要画那种东西，他爸也画的好。我就说你跟你爸去学嘛，你跟我干什么？我画的这套跟你们完全都不是一个路线。哎，你要理解一下长辈懒，还有长辈想那个增进一下你们之间的革命友谊。哎，是革命友谊，对吗？这我就选了几个东欧的国家，对吧？我觉得没问题，就是那么就那什么吧，那你就要不这样，哎，135是云旅游，246是，那246是地摊文学，你要不怎么这样？那星期天来评价，对，星期天来群直播，星期天群直播查作业。对吧，没做的人自觉打码。我觉得不是打码，是扫码。我觉得量不够。量不够吗？那还是一天，那没办法了，我都已经划成两天了，你就觉得还不够。我不知道，我在上比如说像星期一我是从10点钟上到10点钟的课。反正我摸鱼可以摸得很厉害。我也可以摸得很厉害，但算法课我还是有点想听的。不是，他主要是讲比如说浮点精度，然后还有数值分析的那些东西啊。那还是有点用的呀。对啊，就有点用啊。听第一节课我就觉得 LAMPR 还有很多可以优化的地方。那你这不妨碍每天画一张图吧。但我画图是需要时间的呀。你大概要多长时间画一张图？20分钟到4个小时到14个小时。你这跨度有点大呀，我的天。不知道吗？那不知道啊，那不知道呀。那你画还是能画上线的，画还是能画上线，上没有上线，这种东西怎么可能有上线呢？操，那完蛋了，那没有上线，你怎么可能保证不估呢？是，所以说我在想，你看我们这种人都是，如果说你是一定要下定心啊，要做这个事情的话，应该还是容易做。
应该问题也不大，但是问题也不大，但是你不是已经感觉到这个工作压力可能会有点高吗？主要是我平时喊你们来，你都不来，最后我一个人整到没意思，我割掉了，是这个意思。陈贵也是，陈贵现在感觉精神状况不是很好。那要不什么？那不是他精神状态不是很好，我们不是更应该跟他？他还有几个课没有过，我不知道这样。哦不，我不是说带他一起做事情，我是说什么时候应该找他聊一聊，开心开心。可以啊，但我这次去的时候，他还是可以，啊、就是说他不是那种精神状态，就是他现在处于一种比较麻烦的 situation 里面。哪方面？学业。干哦，但他天天还是打 DNF， 那我觉得他还是蛮阳光的。我觉得就凭我的本事是喊不动他来参加这个的，可能他现在有一点心，还有一些其他的心思。哎，不过暂时先不那个。不，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如果他想参加，他会来的。然后你如果想拉他，那不太现实的，就这样。嗯，就是这样。嗯，那行吧，那就我们两个人，还有胖妹儿三个人。啊、嗯，哎。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来讨好老丈人，不过看上去好像并不需要。哎，无所谓。如果这儿把你说定的话，就得来。我可真的不想一个人在那里搞。哎，不会的，这回我不会哭的。你看你的地摊文学，我写了两天，你才写了一天。啊，是的，但没办法，我产出比较少，这是真的，因为我大部分的时间都在体验生活。哇，你要体验生活，那你怎么不把你的生活经验给我讲一讲？哎，我好编角色们真的是。啊，那这个也要在直播的时候聊吗？你有什么不得了的生活经验？哎呀，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这种比较这个 personally 的这个啊，没有关系吗？就是这个意思，说啊。你到底能不能不割？我靠，你为什么要这么一脸严肃的问我？你问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真的就是挺严肃的，是他妈很严肃的，然后搞得我现在有点慌啊！我现在在拷问我自己的灵魂，到底会不会割？你今天写了多少字啊？我写了500个字啊！对啊，等一下，我写的我今天早上爬起来都写了五百个字。我今天写的东西，我写的东西要不要在你那上面发？你最好有一个自己的。那我还是发我的狗屁 lofter。嗯。你在你没完成之前，你还就发罗夫吗？好，很有精神。好像也没有什么可以发。我就怕哪天罗夫特倒闭了，然后我写东西都没了。哦，那我给你做备份吧。好，可以。考一部分，你那也没多少。好。嗯。所以先写。那云旅游，你对云旅游真的有兴趣吗？因为我画这东西太快了。哦，我靠，像你的意思说像你在 Krita 里面做那种形状的那个吗？我不是那个意思，那个只是比较夸张那种，就是我会画的细致一点，但那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快。如果我要求你必须用 traditional 呢？也不是不行，但是那可能真的得等我班玩家以后，就是你懂的，因为我现在正涉及到一个就 Krita 吧 Krita。那你得有一个相对合理的，所以我跟你提出一个，就是我可以跟你搞一个不对顶不就是什么不对等的练习，不对等的练习，就是我去加那个，我去加场景概念的那种，就是在照片基础上，你可以画你的。哦，不是哦，我知道，就是可以，要不然的话就对你的来说太不公平了，你懂吗？这样子太不公平了。因为最后刚才给你看毛图，他们那个突破论是那样子的，一个人画一个草图，另一个人把它补完。你就说你画草图，我帮你补完。我也可以画草图让你帮我补完啊。我们刚刚说的不是一件事吗？对对，所以说我就说这个事情嘛。那可以啊，就你如果就比如说如果你搞一个场景，如果想让我给你填一填，我说不定可以给你填一填。那不对，那到底是谁？那算谁估了？如果另外一个人估了，就只有我自己画完了吗？是这个意思？不是，如果其中一个人估了，两个都罚款。两个都罚款，连坐嘛？我怎么感觉我们两个都会往那里面充基金，最后都可以买一平米？干我！不对劲，其实最后就都是这个结果。不，这活不对劲，不对。我觉得这个啊，还是就是主观的东西嘛。到底调不调动起来？调动的话，我倒是没什么太大问题，因为你知道我就是如果你要做的事情，应该不麻烦。如果你快点做，你待会直接来看那个图几笔，其实就这么意思了。对啊，但主要是可能就是他会养成对对方的依赖，然后导致最后大家都割了。哎。就是这个形式你得考究，不，就是
我觉得能想出来的说法就是你自己做到，觉得你觉得过得去，就是你得让你自己觉得过得去。靠，那我这可能这个标准也不对啊。那你众所周知，我是个眼高手低的人，那完蛋了。哦，那你永远也过不去了。我画的东西都是画到我画不下去了，就是我以我的懒惰为分界线，好吗？就我画不下去了，我就停。哎，还在聊，是还在聊。才八点钟吗？才聊了一个小时。才八点钟吗？啊，才一个小时，八点十五。啊嘿，七点你们不对，这是下午的。对，要不要看一下你的 Art Station？ 我的 Art Station 没有什么好看的。是吗？我你看嘛，都是。哪个的别人的，哎，有一个人点赞，有一个人点了这么多赞，为什么？都是点的飞机，哎，他喜欢飞机。对，有可能他喜欢飞机。嗯，我没看。哎，你往下翻能翻到我的吗？哦，哎，不行，太远了。我每天都有好几十个。大家发话发的太厉害了，完了，都完了。你学习一下。哎呦，不要这样说。不是，哎，你看你这样子，就是。哦，那个滑表好像没有在 Art Station 上面。那他这哪里找到你的图的？在 Deviant Art 上面。见鬼！我的 Deviant Art 也是。啊，胖妹说他今天画了两张，那就算了吗？你今天画了两张，哎，你不能冲明天的数。你今天画了两张是你自愿的。哦，我们还没开始算，对吧？就像你财务审计一样，啊，坏东西。如果你多收了就算了，对吧？少收了我要考核你。就这个意思，坏东西。应该是在我 DVN Art 里面弄。嗯，看一下吧。花表，因为我一开始没在 Art Station 上弄，因为 Art Station 看起来特别高级。哎。但是现在一看就觉得特别低级。是吗？嗯。为什么？你 Art Station 多久没有更新了？至少有两年了。什么？就哎，有滑表，有滑表，我看见。2018年之后，我都看见，我就没有怎么跟了。嗯，我都看见滑表，对吧？就9月30号的。哎，他肯定是从这儿看见的。可以。在之前都是我那个草稿本上面的东西，你肯定都看到过。这些给你看到。哎 ，Birds of China。哦，不会吧？他是不是搜华表的时候搜到你的图的？对，因为要国庆了嘛，他说想弄个贺图什么的。啊。Signature that started。有可能。哦，在哪儿呢？他有可能是搜那个关键词搜到你的。嗯，这个东西你还记得到吧？这个扫地车，哎，你知道吧？这扫地车就是我刚才那个。是哪一个？那个，飘到天上那个吗？对，就是那玩意儿。他怎么就飞起来了？我不知道。你不知道？我当时就只想画个这个。好吧，这可能就是这幅画的进化版。大佬们还在承诺没有？我们现在在西安，他在，而且他都不在西安了，他都快到新平去了。啊，我在。他在一个该死的创新港。我在西安创新。对，创新港。不行啊，要西迁。对，这个 this is the picture. This is the picture. That started it. 哦。哎，你现在的工作室可就不是这样子了。还没这桌子大，你看他妈的。是的吗？至少得这桌子两个那么大才有那个那么大。是的，而且还没有尺子，好蠢啊！我应该去弄个尺子的。你别吧，我感觉你现在东西都放不下了。那只能说明这寝室小，不能说明我东西多。哎，行了，你像以前是四人间。四人间的那就是那个范围还大一点。是吗？还要大一点。嗯。这主要是这个蛋疼的床。你真的用得到这个柜子吗？这个。那个。放书吗？那个。里面有衣服。好吧，那就没。那有衣服那是没办法。那个床底下的空间是完全浪费了吗？行李箱和棉絮。棉絮。但是很多空间的确没有用上。哦。这幅是可以的，这是我画了10张叠起来的。啊。10张叠起来的。哦，每张都是一张 A4。了解了。嗯，那你还把它抠出来了。嗯，对，抠出来了。其实不用那个，你直接用 Photoshop 那个什么玩意儿。好。就能抠。挺好，真的好，看一下有没有其他群的回复。嗯，看一下。完了，相声讲起来了，相声讲嗨了，8:19了，我都还回得去吗？回得去，行吧，我们差不多就这样。你得说，你到底做不做？哎，做嘛，我跟。旅游一天一张。哎，好。再加一天一篇文章。好啊，你得有字数限制吗？还是什么意思呀？我不知道。别吧，别加字数限制吧，那可能真要估了。
我就觉得那是什么？你是说下线？不是我不你写到你认为合适为止，好，但是你必须得写好。好小伙儿，刚刚在听的话，建议胖妹儿也跟着做吧。八告状，不对劲儿啊！不对劲儿，不对劲儿啊！啊，怎么这么快要上升到人身威胁了？不对劲儿啊！哎，差不多吧，差不多。主要是他这个创新岗呀太过于创新了，然后他的这个位置呢也很创新，距离也太创新了，所以我没办法，我可能就我待会儿得打车回去、嗯、但是我又很担心这个鬼地方超过9点以后会不会有车。你先高度地图看一下吧。哎，不，我现在不能叫呀。不是，你先点开一看有没有吗？你说附近的那个。对啊，他你先点打车，你看他有没有东西。哦哟，这个地方打车谁会来这里接呢？去那个去 A 区那就是地铁站那儿，加拿大创新港那地铁站，那那边就是靠近路一边。那我们得走过去哦，是这个意思。走过去嘛，一会儿马上走过去就行。好、嗯，行，那今天就到这里嘛。好，那今天就到这儿。再见。啊，再见。下一次的话，可能说不好，可能我还是会来。嗯，你已经关了？没有。关。好，再见。关。好吧，停止。